居上超一，一称名号啊，功德上人，观本经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者乎啊。啊，这根据圆中超里头所讲的这个意思。啊，一称名号啊，功德尚且如此，在一称加名呢，万德齐彰啊。啊，那一称这个一字，我们要重视。关键就在这个字，也是什么？业现。这业现是没有怀疑，没有夹杂，那才叫义。啊，纯义。如果我们有怀疑，真的吗？真有这么大这么好处吗？这就不行。啊，掺杂着妄念在里头，这就不灵了。啊，业称是业现成念。啊，万德齐彰啊！啊，这个是我们前面也念到过的，叫一念相应，一念佛；念念相应，念念佛。这一念跟阿弥陀佛相不相应？肯定相应。你不要怀疑，为什么呢？还愿观上给我们讲。极其微细的那个一念才动啊，它的速度就周边法界了啊，绝对不是是光的速度啊，电磁波的速度啊，没有办法跟它比的啊。太阳的光照射到地球还有8分钟哎，才能达到啊。我们这心里动个念头，立刻周边法界，那光怎么能比啊？啊，所以念头才生，遍法界、虚空界的佛菩萨全部已经接受到了。你要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你怕不怕？啊，不要以为动一个恶念没人知道啊。十方一切诸佛菩萨全都知道了。你能瞒谁呀？啊，只能瞒六道里面这些愚痴众生，他不知道。啊，甚至于鬼神，鬼神有五通。啊，小的事情很近的事情他也能知道得很清楚啊，两三个月以后的事情他晓得啊，两三年那就未必了啊，他那个神通不大啊，所以有时候你看他吉凶祸福讲得很灵很灵验，那很近的事情啊，讲缘呢缘就靠不住了啊，所以念佛确确实实能灭罪呀，不管他明显不明显，不明显灭罪是肯定的，我们这个罪灭不掉，就是那一边灭，这一边又生，所以永远灭不掉。道理在此地，那一边灭了，这一边不生了，就灭掉了。啊，一定要晓得，像《地藏经》上所说的：“阎浮提众生，其心动念，无不是罪。”啊，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没有别的办法。
啊，老祖宗教给我们的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问题解决了。啊，你真有耐心，真有恒心，守住一门定啊，就心定在这一部经上，把这部经好好的训练十年，心定，没有别的杂念，效果就出来了。啊，这个经，我们看看古来大德为我们所开导的，真正是佛门第一经呐！啊，真正可以代表释迦牟尼佛到这个世间来，住世80年，讲经说法教学49年，啊，第一部经论，这就是第一经。啊，这一部经能代表一切，只要你肯相信它，你真正受持，啊，放下万缘，啊，一心读诵称念，你的成就就非常非常的快速。啊，确确实实，啊，快速的这个成就，那就是你业障消除了，你智慧显现了。